那意思说先打一遍是吧？对，先把这数据打出来。但是咱这打出来就不对了，知道怎么做就行了啊。嗯，出来之后按一下这个键，再按一下这个键，然后它这个是上一个的，然后按一下这个就是它的电码出来了。这个按这个键保存哪个？不用保存，它就是它清除上一个。它这个死的时候它就记住，得记住这个，记一下啊。这样就完了，这样对了。其实整个过程挺简单，就是打一遍。你觉得这一遍数据不合适的话，就再打一遍。你觉得这对了的话，就换个来，按一下这一个键就完事儿了。好了。